又一部八点台剧《天道杀青》了，但戏中人不散，众演员也一一向辛苦的工作人员们表达感谢。不要跟我们敬一下吗？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啊！你今天好帅哦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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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精心为你们而打扮的。而且刚刚有人说你这发型很性感。真的吗？对。其实这句话听起来有点。不是很舒服啊？怎么说？因为只有今天而已啊。一直都很帅，今天特别帅。谢谢。Cheers Cheers。辛苦喽。谢谢。要敬一杯，辛苦了。温饱带狼照啊。今天看到他，今天愿望的时候他完全不看我，都是在那个招的旁边站。因为我忙着跟别的男人十指紧扣。啊。真正，快点！没有观众，你们都没有看到观众有说那个老万带着莹莹去接新民阿鬼关嘞。对，阿鬼关这没有一家团员吗？我可以找一卡四全。对，万家留着谁？万金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鬼关没有带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还是没有团员呢。哎，我朋友说，为什么你们三个可以上天堂？奇怪，我有捐肝、捐心、捐肺、捐肾都捐过。我们没这么坏吧？我跟你讲，因为鬼官帮他们超度。谢谢。原来鬼官是这个角色，突破盲点了，对啊，对对对，让他们上了天堂。又来一个鬼，这样万家算齐全了嘛？差一个万金玉嘛？这样。其实身上流的血不是万家的，万家一份，应该是罗宾哥的。罗宾哥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标准型的翻译了，什么叫做嘎德北提少就，有我存在以后 ，Hello， 你们在哪？唯一活着就他了。唯一活着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万家，你不姓万，人家姓万的。鬼官其实也活着啊。鬼官不姓万，他姓万的。谁问我说为什么我没有跟他们也一起去手牵手？我要死了！我还活着！我们一家都是鬼耶！其实万金鱼也是鬼啊！那金鱼怎么办？金鱼笑留着发扬光大，在流浪市中心。对呀，真的，原来你有这个种族传染。我要延续血脉，你知道吗？我买了第一个，对，而且我第一个孩子要姓万，好吗？我们一家都是坏人，没发现？没有坏耶！早期，我都忘了你早期。我后期当好人的时候，我出手也没有在手软。我觉得真的那种接棒的概念，对啊，一开始的坏人，然后一直接棒。但是我觉得这边的坏人都有报应，唯一万家的 Ryan 没有报应哎，从头到尾他没有报应过，他活着。我就一直被打。你怎么没有跟着 Boss 走？我也想要把他挡，我应该把他挡炸弹的，对不对？他想要接收毁官呢、啊。哦，你讲他超弱的哎。他一直想要演我的董娘不是人。他上次跟毁官出任务，然后被电击棒一电，他就倒了。我就从头躺到尾。谢谢万家，万家团圆。在心里没办法团圆，在这里团圆。辛苦啦，谢谢。啊？今天不是丽萍。今天没有魔化。今天不是丽萍。今天没有魔化。今天美化。真的也美化。谢谢，真的。这个角色太挑战了，真的太挑战了。对啊，最后还给我来一招魔化，天昏地暗我，但我撑过了。我们这些招是跟姐自己想的，自己想的。反正我就是忠于剧本，然后就是有需要靠自己想的部分，我就自己尽量去想这样的。第一次演阿昼阿嬷了，还要谈恋爱，你看看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感谢国宾哥啦，真的，他放适度的电给我，然后我有收到，我再适度的回电给他这样子。那当然啦、啊，本来演戏就是要互丢球的、啊，顺利完成任务，对，希望有机会很快的有机会再跟大家见面。哎 ，Hello。今天那个因为杀青酒，所以很开心啊。我吃了八天的吐司跟布丁，因为胃不好，就为了今天要跟大家，觉得大家都很辛苦，所以先养胃一个礼拜。是的，八天哈。
这是我的诚意，因为大家都辛苦啊，来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收看的观众朋友们 ，OK， 好，来，继续。我没喝，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放很开在喝哎、欸，我在忙碌的吃，你知道吗？是喝茶吗？是喝茶吗？本来是散装的，现在他就要了一瓶。不好意思，没果汁了。这泽西的功劳。哎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敬你们，敬你们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久不见。我先把我自己灌醉再跟你们讲话。怎么了？你干嘛灌？先灌你自己。因为我想当个性情中人，想到什么说什么。如果讲的不对的，我就可以推给说我喝醉了。哎，你为什么这个这么自动是什么意思？阿爸，赶紧倒酒。今天就是杀青酒嘛，我来三立的第二个杀青酒。那当然我中间休息一段时间，然后碰到了很多老朋友啊，看到起来不会觉得间隔很久了，还是很熟悉。那这段时间我也休息够了，好，然后大家也都有在我的社群网站留下很多。这个满满的祝福，好，我也希望回应大家的期待，赶快有新的角色跟大家见面。对啊，大家都很想念你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之前就是各种谣言纷飞，不要相信谣言，报道就是说的就是对的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好，没有没有，有时候演员太累哦，就是会有点点那个。因为其实拍台发真的很辛苦。而且你那时候还连搭，就是后面哦，后面还有衔接，不会，能辛苦对我们来说都是幸福的事情。我现在蓄势待发，我已经休息够了，期待下一波休。对，你现在精神真的很好，可以在那边摘果了。是吗？好，那就承你们贵言喽，好不好？我的愿望就是赶快开始。我觉得你下一档可以，比如说可以下一次可以挑战反派。反派吗？就那种超级大。我是想挑战别的。你是要挑战什么？我是想挑战女主角。对，因为我最近接一个除毛膏的代言。嗨，大家辛苦了。他去敬酒吗？对啊，我今天的造型是致敬晴姐，所以我要去找她。晴姐你好，我是小晴。啊！你很坏哎，有经过晴姐认可的，小晴。他今天就说他是小晴姐。我的造型是因为我很崇拜你，很喜欢你，所以我就模仿了你的造型。我相信你不介意，对不对？谢谢你，大宝。千海真的好可爱，然后他的角色每次发挥的淋漓尽致，我很喜欢，真的演得很棒。因为有很多对我很好的前辈会指点我、教导我，所以我慢慢的在进步中。他天赋异禀，天赋异禀都出现了。很多杯了，那今天跟晴姐致敬。然后他还有说，他今天是小晴姐，我可以叫小晴，对不对？有像吗？有像吗？小晴。有像，有像，有像。晴姐年轻的时候更美。对。老公好会讲话。当然了，今天真的很漂亮。有这个缘分可以一起开心，大家杀青开心快乐耶！因为那个蒙兹没有开，老中青吗？不是，老中青。所以我因为蒙兹没有拍杀青戏，所以我今天有把蒙兹带来。然后我还特地穿了他的衣服，然后想让他跟大家说拜拜。好用心哦，蒙兹拜拜。拜拜。CP 很搭很搭。你说 CP 很搭，许愿下一档愿望啊。我刚刚看你们俩这样搭，好像也不错哎。那你把他的戏放在哪里？不是，你知道吗？赖玉婷唯一可以搭的，唯二可以搭两个男人，就他们两个人。我有跟赖玉婷讲说，要好好珍惜他们两个人。玉婷太高了，可以搭个男生。拍一天少一天，拍一天少一天。很快以后少个老瘸的瘸啊，瘸的瘸，这样瘸过还会矮5公分呢、啊。欸、你不要那么指我，你怎么喝那个？啊、你不是要喝红酒吗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知道他之前有多在意吗？就是因为谢玉婷不是先跟他搭，对啊，然后再跟你搭，对啊，然后他就会问我说，来，你觉得玉婷跟我搭比较适合，还是跟你搭比较适合？他啊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会吃，你知道他
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跟女生搭比较适合。没有他、啊，我觉得是他。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我凭良心讲，我在有观众立场看播出片段的时候，我觉得玉婷跟他的化学变化比较好。真的真的。我自己私底下都跟他讲，他那边说你不要跟乱讲。对对对。我自己私底下都跟他讲过。那我跟你们讲个秘密，其实呢，上一档戏。然后呢，制作单位有问我说，那赖玉婷跟我搭，我会不会介意？我说不会啊，我说男人的高不是在身高。哪里？你帮我拿杯子，。哎、欸，我拉一下裤子啊。你看，一样气三年次哦，身高差这么多。成长的过程有发生一些细胞分裂啊？这个我不知道。细胞分裂都出事了。对啊，这些细胞分裂啊。对。没事的，没关系。你还有别的，你有别的选择，你有别的选择。大家辛苦了，大家辛苦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？辛苦了。我觉得你们就是 promo 就是三立台剧这边真的做得很好啊，他这打官腔，打官腔他最会。屁呀！我超不会收球，你问他，我都会自己一个人旁边。我们都是 I 人。I 人。好，这是现在是有摄影机哦，如果没有摄影机你就完蛋了。我是 I 人。可以吗？我是 I 人。你不是 I 人啊，你是 I 人，我还比较相信。你是 I 人，我才不信。对啊 ，I 人跟 E 人，E 人是很乐观的 ，I 人是比较自闭的。比较外向 ，I 人比较。那我像 E 人吗？你比较像 E 人。我像 E 人，对。我像外人呐。啊，对，你是外人，不好意思。Yeah!
晴姐现场唱《风云变色》啊？啊，不是啊，啊，林宝贝唱《风云变色》呀。你拿骂英语哈？那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要骂他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因为我学的没事。你嫌卡？你嫌卡？大家蹲一下，久一点，久一点。蹲什么？蹲什么？蹲什么蹲啊？什么日子啊？蹲。你不能跑走，你不能跑走。十八蹲都可以。还好，我跟你蹲这个十六蹲比较厉害，我还好，我还好。这样比起来不算什么。你这里舞蹈都还记得哎。还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们一起来蹲。那就好。林夕，但是就这次就好了。好，林夕，我累了，我累了。坐下，林夕。不走，我找一些可以16吨的跟你一起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！你后面这边啊，陈建武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星期五晚上，哎，我有九二九。哎呦，室友。哎，几吨了？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不要孩子了。随时 Q 哎，还好吗？可以啊，你的腿还好吗？我有练过。OK， 怎么突然变这么疯了？我想说只是一小段要唱我的新歌而已，结果没想到一连串开启了。而且是老歌哎，对老歌系列哎。对，我现在有点想吐，吃太饱。在喘，在喘。不让我喘就对了。对，不让你喘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坐下来讲好了。我们开一个专题。我关于这首新歌呢，其实呢我做的非常快，那我也找了这个。林夕，林夕怎么有点累啊？因为我刚刚十六吨哎，刚刚那个副总 Q 你十六吨哎，是吗？对啊，是不是？三四五六，哎，我刚刚在台上已经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开车啦！那你可以萝卜蹲啊。男的穿得这么漂亮，蹲不下去啦。对啊。没关系，我帮他挡。对。这一年四个月，也谢谢大家的陪伴。真的。然后我真的很喘，你可以讲。真的是因为真的很受到大家的喜爱。真的吗？谢谢。希望能够赶快再度合作哦。对，你说你们两个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也可以演大女人啊，照顾她啊。我就是。他歪头，他歪头。哎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个玉婷跟瑞生都二搭，你们也可以二搭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对啊。然后走不同路线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OK，OK。你看起来没有 OK 的。因为我很喘。你整个都开口了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呢？陈千万的行为很好。我哪有？哪里有？没关系的，这个我不在乎的。仔哥现在在 cue 你，他们我讲脏话，他们都不会剪进去的。对，没错。真的吗？逼掉，逼掉，逼掉，逼掉。我起码会帮你逼。我这么温文儒雅，不会讲脏话吧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是那个。刚刚你跟仔哥有一个拥抱，哎。对啊，我赚到，赚到。多少人羡慕你？真的，两个拥抱。对，那我等下可能出去外面就被打。可能被打。我就说，因为我抱了你，然后太多多少人羡慕啊？对，那粉丝多少？我哪里有？没有，我怕我被打，是我都是仔哥的粉丝在照顾我。你们是照顾我。我们的都是183的粉丝照顾我们，欢迎哦！赶快，赶快星星。哎，刚那个台上的腰很有力耶，超会扭！哎，你让我会扭哎，你超会扭的好不好？很 Q 你啊，他们没有礼貌，他们都高中生，那校长都不理的。校长那是要最后压轴啊，才会有名门气啊。最渣的校长，校长最渣的校长误会啊，好不好？听到音乐，十六吨，
哎，他不是我们的歌啦，哇！仔哥，你讲这样，我仔哥就没了，仔哥就没了。阿丹，你们那时候蹲什么蹲啊？今天什么日子啊？蹲什么蹲啊？有什么好蹲的？这又不是礼拜五，场合不一样。好，不是，不要在这里蹲。好，原来不要在这里蹲，没事。没关系，让我蹲就好。我刚蹲了20蹲呢。好 ，OK， 你刚有蹲的，你刚有蹲。我蹲，我蹲。我的魂。辛苦了，终于杀青了。还 OK 吗？因为最后毕竟报应的很惨。心情感想怎么样？不敢想。啊，我怎么不敢想？因为我不想让负能量存在太久，哦、我现在慢慢的释放它。释放。就是随着戏剧结束而让它腐败白这样改变。随风而释放。灰飞烟灭。刚斗士。啊，人演到这种角色，其实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。而且我当时也没想到他人设会这样子。这么翻天覆地啊！那既然演了嘛，而且说老实的，那个制作人在找我的时候就有跟我讲，这是个反派。哦，反派，好 OK 啊，没试过试试看，没想到这么反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其实我不太想再回到反派，因为反派压力真的很大，因为我以前拍戏的工作的习惯就是要进去这个角色。我也很少尬戏，可是我发觉天道我越进去越可怕，因为他就是对啊，因为一种很浑沌的无底洞，因为你进去里面会怕。后来我演好险我不是这个人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怕苦，我就怕就是没把它演好。哦，所以就是因为想要把它演好，我也不知道我演怎么样。不会，你演的真的很好。所以我才害怕嘛，我很想跟大家说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放心，大家真的不知道你不是这样子的人，放心。那就好。对，绝对不会套入的。我还是演连长好了。你懂什么叫 KPI 吗？哈哈先生你在干嘛？哈先生你在干嘛 ？I'm waiting for you. I'm waiting for you. 我很幸运，我能够演两个角色。哦，三个。三个，家风长治，然后再变成瑞安。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体验啊，对啊，所以谢谢三立，然后谢谢丸鱼，然后谢谢魔力，这给我一个人生的一个考验。没有想到也是跟着你一起从泰国到啊，对哦，你有去哈、哦。对啊，你跟我们去吃香喝辣的嘛？你每天都在旁边吃香喝辣的、啊。哪有吃香喝辣？我们在新谷拍摄的时候，你一直旁边这样。你新谷拍摄的时候，我也在新谷拍摄，你忘了我还当你演吗？啊，对。可是最后真的就是艺人要分饰这么多角，很辛苦啦。应该是最辛苦的话吗？其实，殊不知我有病倒过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在分饰两角的时候。对，因为也不是完全病倒，就是。我必须要去医院打点滴，然后我必须要注营养针，所以让我把体力恢复这样子。但是没办法，真因为没办法，因为刚好剧情走势，然后同时出现，所以我现在是被全剧组公认换衣服最快的一位。真的吗？包括换一件吗？对啊。哦，我应该不用20秒就一套换完了吧？真的假的？你去问服装啊。现在现场示范一下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来，你慢慢等啊。哎、欸，不是现场示范。啊，不能假脱了，没有，真的，我换衣服真的很快，所以那一天，就是那个新闻哥，最后一集最后一场的时候，因为家风在前面，瑞安在后面，先拍完家风了，再拍瑞安的。家风一拍完，导演说：“啊，那个家风去换衣服，咻跑进去跑出来。”然后泽西讲了一句话：“哇，好快哦！”这句话听着就很爽，就表示谢谢你们肯定，谢谢大家的肯定。难怪你瘦这么多。我瘦很多，我大概有瘦个至少3到5公斤。那不瞒你说，那时候我们去泰国，腹部呢就胖了微微的一圈，然后现在都没了。没了。Flat， 很平吗？平的。而且见到小鹿是性感的。这个太热了。你们真的很坏，你们真的太坏了，辛苦了，我觉得辛苦大家，而且对，休息，
然后我会真的该休息，我会去吃胖回来，吃胖回来。好、不会了。啊，真的不了。我就要保持这个样子，然后我要 keep fit。我希望我能够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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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你要开始练身体。我一定要练身体，我要练身体，然后练体能，然后我会去。去哪里？什么？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只能够讲我不在台湾，谢谢。然后，没有问题。罗家峰、罗瑞安到此一游。啊，他的辈分是我们的长辈。对，长辈。长辈。叔叔。一、二、三，等等。耶！他们一起去求的平安符。行猪白啊！这个是白沙屯妈祖。这样挂在车上保平安，就是可以保守大家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出入平安，然后那个心想事成。没有啦，这是我们去年圣诞节聚餐，然后就作为一个这个纪念品信物，我们十年后要拿这个相认。对，十年后。下一档戏，下一档戏啊，下一档戏啊！它上面还拍到我儿子，我就跟我儿子讲，以后有困难就找这四个。后面有电话号码。我爸爸有困难，要马上直接删除去网，可以绑在那个汽车的后照镜上面，然后还可以直接钥匙也可以。等一下，你挂的会不会太短了？绳子好像会有点太勒，好像小狗狗。没有，这个是那个开啤酒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就是哎，这张真的蛮可爱的耶，是不是？哎，安妮的勒，安妮的勒。包包送过去了，他已经挂到车上了啦。耶，好可爱哦。然后我跟你说，我必须道个歉，我觉得我们的霸凌真的有一点彻底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不约而同穿了黑白，黑白，但就有人，哈哈，真的耶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想要特立独行啊，跳出来啊，因为长辈。他们今天才跟我说，他没有，你们没看到现在你们四个站着，只有他是坐着的吗？他就是长辈。都多久了？已经忙一分多钟了，真的。等一下。他们刚跟我说，他们有自己的群组，所以、没有你吗？没有我，怎么会呢？没有啦，开玩笑呀。然后我排挤他，他就更坏的说：“想说，不好意思哦，这个不是给你的，是给那个彦德的。”没有啦，这是我们五个。我觉得这次也要感谢青兰这么用心，他特别做的这个，他是手工的，自己做的，因为是手工割的，照片是用自己割的，所以旁边有一点拉碴，请多多包。没有，这就是手工，手工，秋钢，现在很流行，还可以耶。卡片也是用手写的，你看，然后签名，你看签的多漂亮。重点是每一个人的名字我都用不一样的颜色，哦，有代表吗？就是代表每一个人都在我心目中是独一无二的。明星的丢掉了，那你帮我们选颜色的时候，你对他们的感觉是什么？没有，就是我刚好只有那四种颜色。没有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司机说：“为什么我的跟他重复？”没有啊。他说：“我们两个颜色。”给他们看一下，给他们看一下。不一样啊！我色盲。网友评比一下。真的不一样。评论一下，到底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啊！我色盲。不一样啊！我色盲。哎，真的很用心哎。从去年12月圣诞节聚会，他割了，现在七月，他割了7个月，多么用心啊！对啊，他割了7个月才割完。就跟那个头发一样。这真的有点小麻烦，因为要量好它的尺寸，然后如果你可能洗3×5会太小，洗5×7、6×10又太大，然后你就要量好那个刚刚好。还好，网友没有，很多失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失败的？好细节，好细节。网友比较想要知道你头发大概垫多高。3.5，我说。我蛮想要把它这个翻开来看里面是什么。我也好想要把你翻开。我里面有放了一个那个叉烧包、可颂，然后是美黄包。生活腿口味有加洛梨。等下肚子饿，他就从里面拿出来。对，上拿那个啦，弧度都是用这种的啦。我觉得这个发夹蛮好的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粉丝朋友，你们看到了，在戏外是我被霸凌。OK， 没有看。这才是真实情况，是不是？真实情况。好，但至少就是因为这档戏，就是又收获一群。没有，因为来自红酒。你要拍一下，有一位吃得很开心的美女吗？不是你们。尴尬吗？美女吃螃蟹。他刚刚就他们在高汤一直这样。
他吃的很干净哎。对啊。他吃的是很干净的。放心放心，我刚完全没有拍到你吃。你要告诉那个粉丝朋友说如何把螃蟹吃的很干净，有什么小 tip 吗？其实正常来讲的话，应该要再附上两个吃螃蟹的工具，但今天没有，这筷子比较粗，不过佳姐还是可以用的哟，因为这个螃蟹炖的很烂，很新鲜。非常的认真，而且有信心的品尝它的味道，认真吃，认真玩，认真工作，我们还超认真，还认真在跳。我有想过要上去，但是我没想过待那么久。因为你们的舞蹈也蛮老，这些人的舞蹈怎么都那么的老派？我们就要符合那个年代啊。OK OK。我们现在跳一些 Blackpink 也搭不起来吗？这你可以，我不行啊。我停留在那个。自己讲 Blackpink。哎，想说你还真的可以，我好想看。不会，不会。OK， 还有一个来。哎，那个很久了。真的吗？很久了，很久了。现在是 New Jeans 啊， New Jeans。他是假的。嗲嗲手，我有跟上流行。就是偶尔会看一下，要顾小孩以外，要看一下韩团。我们下一档江湖再见。好，江湖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不是的，是看出来直播吗？哦。拜。可以骂脏话，可以。可以，可以，我在说。我没有骂脏话，没有。你有什么想抱怨的？现在我没有，没有啊。你写的考。这个一定剪进去了吗？这个不够狠。你写的考。没有关系的。好了啦。头缝超满的。好了，算了啦，我就在练尿。你写考。每一次的合作都能收获不同的好朋友，这也是在戏剧成就外另一件最开心的事。有缘江湖再见啦，完全了曹雪采访报道。